迟来的谢票，现场掌声不断，算是给了谅解。不过掌声不一定有用，另外一个人物不管现场怎么拱，他都不愿意再办李登辉。什么时候啊，侯冠群的李登辉会再重新出现？就是那个放鞭炮啊，就是李登辉的那一天，侯冠群呢会表演给李登辉给大家看。谢谢。现场笑声插曲不断。不过就在党主席郁慕明正在介绍自己党证号码是9999的时候，突然间发生了状况。那这个9999不是郁慕明要9999，新党9999，中华民国9999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好，谢谢郁慕明郁主席，主席请复位。啊，我们刚刚啊，国旗有点不给面子，好在工作人员赶紧扶正，郁慕明不改其色，更不忘宣誓新党要进军明年底的国会大选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好，非常值得一看，一个独步全球的新发。